等一下，我要跟我爸去用飞鼠装训练一下哦。然后我们等一下飞成功就去吃饭了。奇怪，刚刚怎么就那个对，我从觉得从这边刷下去其实是还蛮好玩的。还没开始，还没开始，真的还没开始，还没开始就已经发生意外了，不太好意思。我怎么没有开？这把我害死！没办法，如果我的画面再下来一点点，为了捕捉我爸的话呢，速度好像就越来越快，是不是？好，就这样，就这样。对，我不敢动，因为他一动，他速度真的超快。不然我们动一点点好了，往左一点点就好，一点点就好的。OK。不要大幅度的动就可以。我们好像是有先讲，好像是不拉闪。喂，哦，这个可以，这个可以。我是想要再录那个。再近一点，这样。哦，我是觉得那个助跑点其实怪怪的，真的。哦，这可以，这可以。我有慢慢稍微往左一点点。哦，这穿的超 nice 的这个。我快看不到他了，我又拉回来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。我很专心的捕捉画面，哎，不错，哦，终于成功了，可以吃饭了，现在八点了。吃饱了。